在我们的家里有一家说加多利的这个面包店，加多利都是翻版的 A4 的，你记不记得？对，我有看新闻。乌鸡的，烧人死，烧人死。我告诉你，我在对面的蛋糕店，在大陆大湾区里面有一家人抄他们的本牌耶，抄他们的。对，我他用一人嚟个名扑佢个街，仲要话系自己系正版大佬，明明自己系 A4 抄高人嘅，卖系正版嘅老味。但是他们卖的货都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的，喂，系咪大陆嚟嘅？其实我啲都话，因为你系 A4 好过你 A4 嚟。한국사람입니다。Step 1, wake up, really gonna rise to the sun. Step 2,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3, think grow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4,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喂哥，係啊，你老豆係四舅公啊嘛。啊，係啊，係啊，係。所以咪叫你四舅公咯。因為高秀強叫我老豆係四舅父。係啊，所以咪叫你四舅公咯。搞笑啊，呢兩個。家從來冇去過屋企拜年喎。係啊，完全唔知點樣叫大家。有啲廿幾磅啊！你睇下嗰啲。